位于涂山山顶的涂山寺占地十分广大，由于建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，同时供奉了佛道两教的神祇，是重庆现存最古老的寺庙之一。涂山寺的前身是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涂山寺，在古代是大禹祠，供奉治水的大禹，后来建造了供奉尊武祖师的真武寺，又供奉了佛教的释迦牟尼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寺庙的范围扩大，山头上的寺庙合并成了现在的涂山寺。不仅有古老的寺庙建筑可欣赏，涂山的山景也十分优美。古老的涂山寺吸引许多香客与游人，是朝圣踏青的好地点哦。